切啦！听喂，到吗？进来。好，大家觉得欢迎来收看 Dream Hack S2 Master 2021的8强赛哦。那目前进行到第三场，只有我们的泰对上东拉姑。第一张图就是贝林格兰呐、啊。那天家人说，泰是小组第一名出现，我都吓傻了。对啊，优秀好吗？他每天闭关练习，他真的每天在练呢，而且没有人他就找执政官练呢，你知道吗？好猛哦！对啊，奋发向上。那时候该我们瑞士了。瑞斯自己都那什么，快活不下去了。啊，我知道啊，我这我你看这边有一个东拉姑，他也是有个 R，有个 你 R 都看是强者，对不对？，RNK、Armani 也都是有 R。我跟你讲，冲突真的要取对名字不是吗？啊，阿玛尼不是 A 吗？Armani 有 R，哦，他 ID 里面也有 R，我就哎，是那个那当 R。然，我看错名字，我应该有个 M 开头的才对。我可能 R 真的不够多，我可能我今年这改 ID，我叫 RREX。人家问我为不什要，么，我就不要问。直接改啊就好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就是啊，知合理道吗？吧？解冻那有啊？那他现在是不是没有在打星海二嘛？哎呦，解冻星海二巅峰那么短，不要拿一个巅峰短的讲好不好？但他亚军也拿了不少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当年最喜欢的冲突就是解冻了、欸，真的假的？但不是因为打法，是因为他赢的时候感觉就是那个情绪都比较那个比较激动，就是比他比较他赢的时候那个情绪感觉比较出来的感觉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就那有些人我看选手赢比剧赛，选手赢比赛都是哦赢了的那种感觉，但解冻赢的是真的就是有那种就你知是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常赢啊，他拿了那么多亚军，什么叫他不常赢？他拿冠军的时候才会激动啊！你要这样想，就是不常赢。他在打的时候就很强哦，树，哇，那真的树，我跟你讲，他如果当年取 ID 取好一点，搞不好真的不用等那么久才拿冠军呢、啊。搞不好第一次进决赛，进决赛他就拿冠军了，他就是 ID 取的不对，所以他才打了那么久，他就太有天分了，你知道吗？ID 也看帮两不了个，他，他的 ID 如果当初有个 R，真的是第一次 GS 他就拿冠军了，不用等那么久。悔不当初啊！对啊，说不定他的 ID 有一个 R，他就拿7个冠军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只要进了决赛就不会输的男人哦，泰坦这边要打一个光头带火车的压制哦，哎，这边还做了一个解放者，他不是做维京，但解放者要清这个王朝清很久啊，而且冬瓜菇4分半，他只要有6、1只异化虫进来看你的二基地没有主堡。应该也要觉得怪怪的，有感觉的啦，还有感觉的。我觉得不好说，因为这个 time 第一个做的是解放者，这跟一般比较常规的做一个维京去打 A 波不太一样。你看，现在东拉乌开始在把能量放在这个从单流我觉上得面他了。可能以为他要打那个很传统的那个对对六到八对对，台火车，然后解放者那种。哎，我觉得东拉乌很危险哦。很危险，真的很危险！来了来了，看这流程是稍有变化的，跟一般的火车人带光头的一波是不太一样的。哎，但他站的有点……哦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好，
能不能秒后虫？这边说说，解放者过来，解放者是残血的。我从后面过来是残血的，因为他本来进就可能进主控二矿，哦，东拉库这边也是有反应，把公民拉走。哇，这后虫太多了，我的天哪、啊欸！真的是有、欸、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啊！是不是出后虫就完爆了？东拉库这个开局后虫真的太多了，导致他这波连毒爆都不用就守住了。需要只要我妈就好了，只要有妈，不是 Sen。Sen 他当年出道的 ID 叫 RRB 好吗？他有两个 R， 大哥，他有两个 R， 他当年出道极巅峰啊！出道极巅峰是不是？对啊，那星海一就已经是神了，他来星海二当个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？对吧？合理啦，合理啦。对啊。当然，那 Sero 有两个 R， 所以才让他成为第一个飞行 BlizzCon 冠军嘛，是不是？那有人有三个 R 的吗？我想今年就有了，就你了是不是？对。那你要不要挑战四五个 R？ 啊啊啊啊啊啊啊！烤腰啊！这样以后我爆你 ID 就很有戏了。说到 RB 一一五，你们知道 RB 一一五昨天生日吗？55分钟前啊，他还在过生日啊，大家可以去。祝他生日快乐啊！他现在愿望就是两个孩子健康就好了。哦，这边不过好消息是因为东拉姑他这个开局，他前面后虫投资的非常多，所以东拉姑的这个攻防其实相对来说慢一点点的，所以他还是他只要找到一个机会，可能攻防有稍稍微微领先一点的时间点。捅上去，只要操作够好，卡到一个好位置 ，Time 还是有一点点机会。但是我自己觉得，我自己是不太看好了，不太乐观，不太乐观。毒爆速度要出门哦。嗯，毒爆速度也好了，然后虫代流也铺得非常的顺利哦。我其实觉得现在东阿国的经济其实好好非常多，对，然后四五矿连开，然后家里的基地也补好了，所以。现在这个哥说起来，他没有落后的哎、欸。现在就是，对对，你看他攻防也快一点点，然后他经济又好，然后科技好像也没有慢太多。现在就是一直爆兵就好了，他大家不要被地雷炸太爽。哎 ，Time 直接下两个军工厂嘞、欸，哦，他三个军工厂爆坦克猥琐了。我的天，说猥琐就猥琐，是不是？就不然就是打一个200人口的 timing 啊，就是带很多坦克从自己家加到你家，你知道吗？从我家加到你家，你是很常被加过？还好啊，我跟这些人打，要么就是那叫什么，前面节奏跟不上就已经亏着打了，要么就是打着打着。东边亏一点，西边亏一点，然后就被一拳捅穿了。没有那种慢慢打，你从你家叫我家。现在主要是韩国人不会打那么慢啦、啊。你家叫我家那种，你知道那叫你家叫我家那种是只有在5500分才会出现的战术。啊，我打那种人就是我只要不犯贱，我就是 A 闭着眼睛 A 过去就能赢哦。只要不犯贱，只要不犯贱，对。那打韩国人就是他们节奏太快了，他们也不会什么你家叫到我家。那 Time 这把是因为他真的前面他那个一波打完劣势有点大，他自己也知道，所以先猥琐，所以先进入这个猥琐的局面了。他现在很难出门了。哇，这狗好多啊！无情的滚滚红尘，无情。不是啊，这个重台跟矿也开得太爽了吧？现在真的，我觉得太，我觉得现在就是打从心底开始为首出鬼兵，我觉得有点机会，真的有点机会。他我应该说，就是他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那样子，就是开始猥琐了，就是把鬼兵蓄起来，然后不要被东拉姑，就是把家那个家里冲烂了。哎，点毒爆可以哦，
可以哦，上面这边其实有钻的，上面有钻，把这个基地打掉，我觉得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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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当的舒服。然后当拉古这边在转这个断地兽跟，等一下应该会按个两条飞嘛，他就是回缩起来。哎，他盖两个感应塔在那个地方，哎，你有看到吗？他等下第二根，对，有没有？他有三个眼睛，但是就是有这两，样。对，有两个眼睛重叠在一起的。哦，这边要冲一波，哦，我跟可你以这讲，样冲的吗？我好感像，觉到他的哎，那个了，那个了。这什么烂冲法？散一哇，下，这散样一崩下，了！有钻就好。行，他现在成功这么嚣张了吗？讲道理，我觉得长期来看算是亏了，但是他还是赚了呢，短他期其实来是看，重赚的。对，短期来看是非常赚的。因为重他点其实是是有一个很关键，他要滚到碳的工兵，我觉得这蛮关键。他滚掉了两个基地吧？嗯，对，然后而且兵兵他是也，伤兵吧？而且兵他有换到，所以其实没有说想象中那么亏，而且他现在就是处于一个这个暴发户的阶段，他现在就是老子有钱，老子砸就是把你砸烂打我，了。你又不敢出来打我，对不对？他出不了门啊！你看这个虫胎，忍住怎么出门？好看。好，再冲，但这一次有地雷了，还可以冲得那么顺利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地雷往这后么贵？散，哦。这波感觉，可是他们的兵还是死的蛮多的啊。我觉得，被换很多对，哎，还其实是被换很多。其实还是赚的，还是赚的。他们的部队还是死的太多了。继续砸啊！你看，他又要200人口了。为什么说又呢？而且他转了一波刺手，我感觉好像其实也不用转刺手啊。我感觉他就继续按到200人口狗毒炮一直冲，然后家里放两个螺旋塔慢慢升攻防转大龙，然后按个两个橄榄虫，稳到一个不行。我已经看不到动画部怎么输了。真的吗？我跟你讲，还是有机会输的，真的。但局面重组还没真的赢哎。他只要一两波冲得很亏，他还是会被放过来，因为他是完全没有在投资他的大龙科技的，完全没有。他的兵种组合如果真的到最后让 Time 把这个鬼兵的数量还有地雷坦克数量给萎缩起来的话，其实拉拉拉拉拉拉拉，对，其实东拉姑这边不一定好，他100只工兵哎，哇100100哇！精算师。就如果真的挖到两边都挖干的情况下，碳绝对是比较好，但是要能进入到那个局面。当然，现在要做的就是限制碳的经济之外，我觉得他其实真的要投资一点钱到他的螺旋塔的科技了。然后只要碳想开五基地，他就找一个点冲，因为他只要开碳只要开五基地，他的防守的战线就拉得更长了。好，三条也是飞他马。现在是他想要把它换掉，对，现在是换经济啊。但只要他经济一换不动，他就真的要开始考虑转型了。但可以像昨天 Sola 跟 Duck，不是昨天前天 Sola 跟 Duck 打 Clan 的时候都示范了怎么把人家的无敌金钟罩铁布衫给破了，就是闭着眼睛把狗毒一包种散很好，好。冲上去，对，就赢了，莫名其妙。鬼兵在 biu biu biu，然后再冲一波，然后再冲一波。上面的地雷有没有办法找到突破？哦，我觉得这波东拉姑就冲的比较怎么亏会喽，亏成这样子啊？比较没有前面那几波那么赚喽。我觉得这一波什么，这边其实没什么炸到东西呢，他好还像，好吧？但还是有换到2台、3台的坦克的样子。但他的人口没有掉很多，加速跑。掉了一船，掉了一船，开始猥琐，开始猥琐，当一只好乌龟。好，变邓丽兽，邓丽兽其实来冲这个阵其实区别不大，
现在的环境就是你有这个几只盾地兽去冲，你不如多变一些狗毒豹，都会好一点。或者是这盾地兽拿去多线，对，这盾几秒啊？15383940，冲了，冲上去了，还要哇，还要吃那个鬼兵，没人吃到鬼兵，珠宝掉了。这个还冲赚了哎，我天！继续猥琐，继续猥琐。这就是冲吗？现在东拉库其实应该要先去把那个左边有一片 time 的矿哦，跟右上角那片矿对不对？他先拉工兵去踩，先去踩 time。如果真的压到脸上，他把工兵拉走。因为打到这个局面，换到最后其实就是比，就看谁的这个存款比较多啊。你只要先把他未来的存款给挖了，对，无形之中你也是会有一个优势的。哦，东拉库还在砸。好多毒爆，这也太多毒爆了吧？那毒爆是不是有点多？啊，这个真的是不跟你开玩笑啊！再砸！地雷，地雷怎么还放大的？地雷是被鬼雷轰了一半了。对，但是他虽然轰了，但是他还是把那个行星要塞给滚掉了，然后误了几台坦克。哦，这波又守下来了。但是东拉库还是有能力复国啊！这到底是什么？这就是现在 TPZ， 不要怀疑，虫族有优势就是上打了。换到你没钱。东拉库占了12个王虫。还在打哟！东拉库开始在采探未来的存款了，未来的钱。好，他一把扫描有看到，那看是飞个解放者去干扰，或者是这边又上来，这边又上来了，这边这波东拉库有点送哦，这边这波，这波就真的，东拉库都没有余钱喽，东拉库没有余款喽，然后绕了一个解放者，虫族还是没有转型啊，那这样子打下去，只要 time 能撑到他把剩下的基地开完，绝对就是 time 了。这边再来打一会，time 的兵呢？ time 的兵好像不在位置上哦，这波有冲开的感觉。time 的部队不在这里， time 的部队去哪了？ time 的部队呢？我在这边有一波多线，但 time 家里没有啦，这样子换绝对是 time 亏的哦。而且很重要的一个支点被冲开了，上面的基地啊，坦克又被坦克被吃了一台，那边剩一台坦克，再继续换，感觉冲开了，感觉已经结束了，咱们再来把坦克给吃掉，有两颗地雷，但是东方哥有留异化虫去引地雷哦。二矿也没了，又一把扫描，有个坦克在白打，他有剩下130人口。包括我看了有点小心酸，但是还蛮爽的。再继续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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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往后拉，但地雷已经炸过了，两台坦克架。哎呀，没了，扛不住了，没了。这就是一开始的失利，没事啦。一开始科尔达被虫族经济太好，现在赢第一场了，是不是都输了？有没有？开玩笑，赢第一场好像都赢了。没有啊。哇！这边直接补兵点，这边坦达车聚聚，我们恭喜风阿姑先拿下第一场比赛胜，蛮可惜的，在贝林格兰这张地图输了，因为这张图其实算是人类的优势图。而且是应该要拿下来比较好。Time 那个打法遇到东拉姑这个超级多后虫，东拉姑应该是九个后虫开，然后看到 Time 这一波，然后继续试更多的后虫，这个打法打不死东拉姑，可惜。东拉姑这种这么喜欢妈妈的，
嗯，母爱的力量。多妈妈打打的真是躺着打。OK， 三比零吧，我累了。有一周一期，今天打得算快了。还说是你在那边什么打满打满打满啊？我的立场一直都是打满最好啊。那你现在是不是累了？没有办法，这个是这个时候对一般人来讲是睡觉时间嘛？你知道对我来讲是什么？午觉时间啊，午觉时间啊，该睡午觉啦。就是你让我吃个东西回来，我就是一尾活龙了。好饿哦！你俩你俩要吃什么？啊，不吃啊？妈，我也不知道，看看情况吧。看到时候，因为时间晚了，其实也没什么外送可以叫了。你们半夜叫得到麦当劳吗？麦当劳不是你想叫就叫吗？都是这样吗？对啊，你 APP 打开不都能叫，只是没有牛肉而已啊。好嘞，关键的第二场比赛。在地图的右上方是东拉夫，左下方是泰。Time。好，第二张地图，哇，好大！我总感觉要被海过去了。你说泰要被海过去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有种泰要被海过去的感觉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？你不是说你的第六感很准吗？嗯，我有这样讲过吗？不是吗？没有，只是特别容易怀疑东怀疑西的，那就是你知道，怀疑多怀疑久了，总会中一次的。就是你常常在怀疑有人有他有没有做牌，你终有一天会怀疑到他是有做牌的，你懂吗？这种感觉，对，怎么可能每次赌博都是你在赢？你这么说也是没错。对啊。嗯。看东拉古，东拉古是一个哦，没有，常规常规。那、啊、等一下。直接就散开了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那他后来有去吸麻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他后来有去卖啊？有没有吸？我不知道、啊。死一条狗！太亏了吧！今晚真的很精彩、欸。我今晚看到最精彩的一句话是，某个人在某个人的聊天室说，某个人开了蹭了一整晚，还只有两万个人，可怜。对，某个人在某个人的台说，某个人开了一整蹭了一整晚，还只有两万，可怜。这句话真的戳到我的笑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觉得很想笑。UI 时候人格看不到了，没有，他讲的是会战啊，会战的时候又没差。有一些观众是 不 care 那个会战人口啊，他想要看全幅画面，你懂吗？全幅画面就把下面的收起来，然后拉开，哇靠，那个有够精彩。大远吗？喜欢看大规模的。对啊，全幅的，就像你电影要看整个画面嘛，那种感觉。你那个，它下面有两条明条，那电影就
明明下面感觉有点东西，但是又没看到，你懂吗？他为什么下面那边没有露出来呢？那两个明条挡住了，很讨厌。好，太阳这边三开，然后只坐了两台火车哦，然后就补兵了。那大概五分半，哎，是五分半吗？五分半左右，两船兵会出门哦。这场有个火车开送吗？应该不会，因为理论上，理论上就是 Time 这个开局遇到，如果又遇到刚刚东拉哥开局 ，Time 也是过去撞墙壁，所以 Time 这一把就是三开好好常规正常打。你就看人口蛮重要，对啊，所以就是有些人想看人口，有些人不想看人口。但我自己个人是，如果会战在打的时候，我个人是想要看到全部的画面。我觉得会战开打前再拉就好了。对啊，正常还是需要看个人口啊。刚刚观众就是说，那个观众就是在讲会战的时候啊。哦。没人口，连赛评都看不懂会战谁会赢，这样子才精彩啊！你说是吧？有人口。也不知道可会赢啊！哈斯他们 IEM 都自费去吗？没有没有 ，IEM 怎么自费去？当然是他们会出钱啊，只是回来的酒店钱，听说 IEM 也要付，真爽。回来隔离的费用好像 IEM 也会付，真舒服。太棒了吧！太舒服。可是如果你想想看，如果没有要付，有人会想去吗？对啊，他们那时候一直在开玩笑说 ，Les， 你要不要去啊？啊，结果两个人老板，这当初对不对？当初 IEM 还没有确定能不能帮他们那个的时候，两个选手的老板都很大气啊，你去，我帮你出。然后后来呢？没有，后来 IEM 就说他们会出啊。哦，你看，好棒。那时候 Nice 还说，还跟老板说啊，老板不如我开直播赚这个隔离费吧。老板就说不不不，我帮你出，你最近别直播了。对，所以黄先生最近是不直播，在闭关练习的、啊、各位。哦，这边好，他们出门了，而且带着地雷，还有四台火车，所有的兵都接了出来。哎，这烧一下很舒服哦，其实很舒服哦。我说这波我赚，这波我赚，哎，地雷能不能卖？我没买下来，可惜。走，可以，我觉得这波还行啊。好，两船兵进竹矿，有这波双线，我就可以拿到东西。最后那个刚刚东拉姑有一点打得太过分了，他送的东西有点太多了，有点送，应该这样讲。你看他这样子竹矿，因为他，你看两线都要崩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看起来是两线扛住，死后虫在死后虫啊，没有两线扛住，两线都崩，可以啊，带走了。其实 Time 主矿刚刚应该可以尝试激进一点，去杀工兵的，对，现在卡住杀萤火虫也可以，然后接走，对，接走 ，OK，Nice，、OK、可以啊，后面的兵再接上来，带了四个地雷，还有应该是两船枪兵。好，继续空投打多线，东拉姑有点忙不过来，因为他刚异化虫真的送了太多，然后现在部队又在排队枪毙，二虫都死完了，剩87人口，86、84、83，带走了，GG，哎，恭喜他也拿下一分，1-1啊。我觉得关键点是那个东拉姑啊，他冲出去包泰的那一波有点太冲动了，真的有点太冲动了。我觉得那边还是要再等一下啦，可能是他被那火车烧了一下，突然有点不开心，你知道吗？被挑逗了，不行，你不行，这样烧我一下就想走掉。对，他被挑逗了一下，不开心了。他被戳了一下，很不开心，想要戳回去。对，然后那一波就送了嘛，然后。但其实外面第一时间出去的两船兵
一直挂在后面。那上那波兵他进你主矿，就开始变得就是东拉哥要守两线会是来的非常辛苦的，就两线拉扯两边都爆，对，就这样直接一波带走了。哎 ，Time 这把只有29%的人下太明哎，真的假的？这么看不起我们太啊？很正常吧，挺正常的。我肯定是一太的好不好？嗯，哈，你说啥？嗯，我替 Time 感到个担心。嗯，我可以看 Time 这么没有他、啊，我没有看到没有，我是担心他，毕竟他要被很多人毒奶，所以。他要赢，真的要有非常厉害的抗毒奶的那个实力。嗯，可以的啦，一定行，一定行。OK。对，他是飞韩最后希望，你知道吗？来到第三场，这场很重要，拿下来就听牌了。在地图左下方东阿姑，地图右上方是派，2000大气压力，可以啦，刚那张图把局面搬过来，重新开始打一个波三而已。那看。Time 这把有没有准备什么比较特别的东西？每场都非常重要，那当然。两边正常开，那 Time 最近都在欧服跟 Cero 练习啊。你说他去找他练习是不是？不是 Cero 来找他练习，你疯？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嗯，没有，其实有些选手他就只是想找人对打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那不管你强不强了，你只要真的没有太烂，他都会让你练习的。至少可以跟他打个15-20分钟这样子。对 对，就是你上来练战术什么的也是可以，反正就是找个人练习。不是说一起练习一起下去吗？不啊，Time不就在这了吗？看小组第一耶，开玩笑。打之前有多少人会认为他小组第一？说嘛，你老实说嘛。没有啊。所以说，他不问我说：“哎、欸、，A 组那四个他念出来，然后叫我排一下。”我说：“觉得，我就一听，我就绝对不可能是他。”没有，我想过他会出现，但我没想过他是第一。但我觉得对他来讲，最好的剧本绝对是第一出现，避免夜长梦多，你知道吗？这边转一下，看到三框。黄先生跟来自小组第一吗？肯定可以啊。那个二月底，还是二月底吗？二月底阿燕小组第一来了，36进24，先来一次小组第一，对不对？然后 A、B、C 组再进一个死亡之组，再拿一个小组第一，直接最终12强，在胜者组等等他们。哎、欸，他现在赛程应该是这样吧？应该是。你可以不要讲完又突然那么虚吗？没有，我不太确定赛程表是不是这样。就是我记得24强应该是这样了，就是四个组都8个人，然后打循环，还是都6个人打循环？8×32，6哦，一组6个人，6×24，24强，一组6个人打循环，然后取每组的前3吗？对，前3。然后12名嘛，对对对对，那我没记错。
火车围巾三开，很常规的流程。嗯，探这边，我觉得他第一把战术失败之后，还是决定就是都正常来，都来正常打了。就我觉得这个思维其实也是比较好的。对，因为其实现在从中他打那种大招搞东华、没搞到，基本上是大裂。对，哎、欸，他还是放了 VA。因为我是觉得他跟东华打节奏，他应该是有机会赢。那 Time 就是最著名的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野人一拳，你可以把它看成像是 innovation， 一拳捅死你的那种感觉。哦，但他兵可能没有 innovation 那么多，他攻防可能没有 innovation 那么快。那就不是 innovation 啊，你得攻三小。没有，但他就是一拳把你捅死。哦，他就是家里有时候被遛狗了啊，不管了，我这边就是把你捅死。嗯。哎、欸，他的补给站是不是下的有点丑？他的矿补给站有点丑哎、欸。哇，他这个下的有多丑哎、欸？很丑哎、欸。好，要来空投。哎、欸，围巾啊，掉了。掉。哎哎哎，烧哎、欸，站起来，可以。哦，可以哦，哎，丢下来，有，三矿进去硬烧，对，可以，烧烂它。哦，有，这边好像有烧到哦，六只，可以有赚，可以再回去烧，对，就是双线。哇，但是对方螺旋塔已经下去了、欸，我、哦、没有，这是六分钟的螺旋塔。哎、欸，他那个一刀挺尸爆了、啊，没有，烂、哦、爆，有点卡。好，这边要看 Time 后面有没有想到这个螺旋塔、哦。现在很少人会出飞塔了。嗯，不过好像、就是、嗯，他很喜欢出啊，只是大哥很喜欢出啊。那最近基本上没什么在出了，真的，你要相信我。我没有怀疑过你。螺旋塔，哇！我觉得太想不到这个螺旋塔、欸，但其实以他的视角来看，他是有看到虫族开六个气的。就正常现在打赤色狗毒豹，或者是纯狗毒豹去跳三本。气都不会开的这么快啊！后虫不吃瓦斯真的不合理，你怎么看？枪兵也不用吃瓦斯啊，真的很合理谈吗？我们枪兵有复合式技能吗？枪兵有打针，然后有盾牌，他可以对空对地，他一个才50块，我们 DPS 差不多。你要确定谁的 DPS 比较高欸，你要确定欸，好吗？你要确定欸，用人数取胜，群聚才会强。两三只小猫是能中三小，那我两三只后虫也做不了什么事情，而且我一只后虫150块。欸，这边打出来，欸，飞腾，再送飞腾，哦，哇，飞腾第一时间如果没有去人族家，那是人族的节奏哦。那第一时间没有去人族家，人族就是。其实只要人族打得凶一点，这个非常很难发挥啊！有非常炮台，而且我后虫又不能出虫胎，出虫胎走那么慢，那你就不要爬、啊，我打虫族不要爬，打神族不要爬、啊，那、啊、你又不是神族，你管我？啊，不能出虫胎，是不是？哎、欸欸欸，珠宝没取消，他要换家。好，野人一拳，来，我说的野人一拳来了，家里不管了。但这边这个毒豹有速度，这 OB 在卡、啊，但那狗毒豹没有攻防，而且 Time 其实是有四基地的，所以感觉太明了、欸。我觉得太明了，你怎么看？我是觉得太明。OK。就你这句话，他都上好了、
好，打针上好了。没事没事，这波就做交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他把狗毒豹其实换的差不多了。待会二攻二防很关键啊，而且关键是探有四基地，而且工兵是领先于虫族的。走壁一直在卡，看他们可以换个好一点的 VPN 吗？其实讲道理，他刚第一波飞狼出来就应该搭配他所有地化种去换家了。嗯，差不多。第一波就是飞狼，其实是一个很讲究 timing 的东西。你只要第一波出来，如果你是拿来守家，那基本上你这把凉的几率就挺大的，就凉的概率挺大的。根据我一个常年飞狼的使用者的经验告诉大家，出来只要靠人冲就跟他换，逼他的家里就好。对，你就放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放两个基地。他打你下面的基地，你就那个框给他，然后狗头包全部都换家，然后左边的就盖起来。对，左边的你就把公，你就可以把公兵拉到左边去。哇，这波扛住了，但还是死伤惨重啊！人口已经出现一个蛮明显的落差了，而且等一下，你看人族二攻防已经完成了，后城不能动就合理了。那你要不要叫虚空不能飞？然后光炮不能盖到我家楼下，哇！这个雷神，很烂。好，怎么样？引雷，探把地雷站了起来，要冲要冲！哇，毒包全没了，墙壁剩着一朵花。哦，这个三强兵。哦，野人今天要进四强吗？掌握赛点的优势，哇！已经有泰这种操作，那是不是太无敌了？可能吧，我也不知道。不是马林今天的粉丝，所以他赢不赢、输不输，与我无关。好，这边太嗨了。Showtime， 休息一下，三分钟后再回来。
切了。喂，喂，切了。好，欢迎大家回来收看 GK S2 Master 2021的八强赛啊。那目前进行到了是第三局，目前看2-1。第三局为什么2-1？为什么是第三局？可以解释一下吗？地雷不能升空也不合理，地雷炸一下，炸那么多血，很合理好吧？技能地雷是技能伤害，他是无视防御的。他是完全无视防御的。好了啦，好了啦。没有啊，有讨论才有进步啊。好了啦，有讨论才有话题啊，不然星海又没有什么黄赌毒，没有什么那个新闻可以炒，你知道吗？只能炒平衡性了。你说是吧，季老师？还是你知道什么？还是你有知道什么秘辛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？这样子我们的台就可以多一点观众了。对，有什么八卦要爆？比如说当年令最喜欢看到你说什么？不要再讲这种陈年往事了。还是当年你对上线的胜率？这大家都知道，不用问。还是说当年那几层医疗艇让打死陈明的绝技？别说了，我看了几百遍。哎呦，好，永久连结啊，这张地图就是一个比较长，但其实也是虫族这个赛季甚至比较喜欢打的地图啊，又大，地图大，然后矿区也这矿区也比较多的一张地图。倒水的故事，倒水的故事，你们真的想听吗？倒水的故事就是，倒水的故事就是我跟 Nice 去圣家，然后 Nice 在打他打天梯嘛，然后圣就一直在旁边出主意，然后 Nice 就觉得这些主意都很笨，然后 Nice 完全不想试，然后圣就说你不行这样，你要把你的水倒掉，说不定我出的主意很有用之类的，然后 Nice 就觉得很烦。后来我就跟他讲倒水，他就学我们靠杯，就大概是这样子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就你要把水倒掉。我现在讲倒水的故事是吧？现在是可以随时随地。水的故事呢？我现身说法一下。妈的，我在打 PVT， 他妈的，人家地雷埋在那个主控边边，然后我的凤凰飞过去，我看到我第一次阿找说，你为什么不拉一个过去引雷？你把引雷不就可以冲进去了？我就说、啊、你都被炸了，你把财线你还冲进去干嘛？兵太多是吧？然后说你这样子就不对啊，你要把你心中那杯水倒了。没有，我觉得这刚旁边有个水杯，当然差点往他头上抄下去。我觉得最经典的不是那里，我觉得最经典的是他说你可以建一个长城在主矿，然后防那个教室。他说我可以建一个长城在主矿，防那个教室。水晶不用钱是吧？哎，上来先扫一千，超好笑。就那个神打神，以前神打神，神珠都会在门口做建筑学防教室嘛。现在的说法是，你这个长城，你这个建筑学可以做更长。这样教室就飘不进去了，就你连封口都不用封。那个很好笑，我觉得是最经典的。啊，探这把又是一个三开的开局哦。是三开吗？经过刚刚那件事，我跟你讲，大家小心哦。你看他会暗地里收着这里哦。啊，他就是都在偷听啊，你就不能说他坏话哦，而且他会记在心里。然后哪天喝酒的时候，妈，你都在乱讲，我明明就没有。对，大概是这种感觉，所以我现在都不会乱讲话了。我现在都有一说一，比如说 Nice 是在 IEM 世界冠军，对，2022，对，所以这有一的吗？嗯，这有一说一啊，这发生了吗？未来会发生啊，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那个吧，就是不是腐烂嘛，就是我们是实话实说嘛，是，对吧？哦，看这把火车人又要站起来喽，又要再站一次喽。然后东拉库是一个双生攻防的开局，这一局的后虫好像没有做到特别多。把两船兵丢出去，
而且盖第二个真空层，哇，被东乐物看到，他们想要打这个速埋地雷的意图被东乐物看到了，然后正面东乐物也插了一根地刺 ，Oh my god！ 哎，正面了 OB， 好来了，这四台火车是可以站起来的，然后清了一个重胎，清个重胎，东乐物后中很多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这个那个手雷炸得很漂亮，炸得挺漂亮的。异化虫换的还不错，强兵，哎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啊，怎么感觉这波又有赚了、啊？妈，我觉得这一波人类应该赚了，人类应该赚了。可问题是 ，Time 的后续被东拉姑知道了。哦，对他，因为 Time 后续接一个空那个速埋地雷，但他第二真空场补的很早，所以 Time 这边如果他坚持要。投那个速埋地雷的话，我觉得不太好。他被看到之后，可能这地雷可能就不要出门了，在家防守，就是不要再去丢尝试骚扰东拉姑了。前面是有赚一点点的，还是幸运还倒了。奈斯改打 CSGO 拿世界冠军，那很难欸，你们知道奈斯打射击游戏，他是连人都看不到的吗？他是个瞎子啊，挺惨是不是？对。他是找不到人的、啊，所以这可能有点难。你给他找一点就是跟星海比较有关的游戏，或者是他比较擅长的，比如说喝酒，对，他说他很擅长，或者是或者是再说下去，我怕被告，算了。好，两船兵，哦，他还是要丢地雷。那正面家里没有兵，被遛狗了 ，Oh my god， 被遛狗了，他家里应该是没什么，哎呀，哇，那一层地雷被包子打烂了，是爆啦，爆啦，刚刚那层地雷爆啦，他本来想的很美啊，他打松线啊，哇，只炸了一颗出来，两个工兵，对他投资了。五颗地雷带两个医疗艇，炸了两只工兵，带可能五条异化虫吧，差不多，挺赚的，又赚，这又赚，虫族赚的，虫族挺赚的。好，地雷再加速丢进去，有这个主矿没有？主矿没有爆炸，主矿没有爆炸，大哥。我现在开始觉得 Time 有时候打得不够，就是打得不够贱，你知道吗？就你看这个地方没办法完成，他第一时间如果是丢这，对，他是可以，你看丢完他可以再起来再走。好，双线继续蹭了一个后虫，两个还可以哦，两个后虫，但这边其实上帝视角看这边攻防是有点落后的，因为 Time 这个开局攻防本来就慢，加上东拉姑是一个先攻防的开局哦。但这边要出门可能是开了四基地，等二攻二防甚至三三的时候才叫爸爸出门的。到那之前就是他要想办法利用他的空投把虫族限制在家里，或者是对就在家里当只乌龟，对，然后就变成第一场那个画面了，在家里被砸。还是我们去炸毒就好，现在很流行。不行欸，你知道那个前提是什么吗？你要有很多朋友，然后你这些朋友也够有钱。对。那、啊、我们都穷逼啊，怎么办？只能去骗奈子喝酒而已啦。哎呦，好，这个地方冲一波东拉姑，这波有点凶，去滚工兵吧，不要去滚工兵，去滚工兵掉好了，对啊，去滚工兵啊，就是这样子吧，就是他该分一点去滚工兵，然后剩下继续往上滚，感觉这样最好，而且因为他这波是二攻二防哦。这波怎么滚应该都怎么赚，哇！难道真的要第五把？真的把把打满哎！都是你今天上来讲那句话了。那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看马路跟大哥 Ben Pig 看最后一张图是布莱克本。哎，地雷有一个地雷，哦呦，但没有炸，感觉还好。东拉姑还在送，还在冲。他是不是有点不把对方当人啦、啊？我感觉他这几波，他第一波其实有赚，
后面这两波我觉得完全不赚。后面这两波有点不把对方当人在看、啊、我觉得还有点冲上瘾。对，有点冲上瘾，而且他这一场的经济又没有像他之前的 那几场经济那么好。嗯，说的没有错。而且看这个人口，居然是人族领先的，你敢信？从中打一个村口毒爆，对方人口还领先。哎呦，这边再骗一个地雷，坦克架起来。哎、欸，这边人重组可以冲吗？哇，地雷炸烂了！我觉得这一波其实重组有赚诶、欸，赚蛮多。他把高气的东西炸掉了。哎、欸，坦卡两台坦克在家里，而且他有发现的早。听说那些 hero 铆钉卡了四五台坦克在家里。那他没有发现？他打雷诺的时候，他卡了一台飞过去，然后再卡一台。你看到吗？我看到了，还是出不去。啊！交换了一下建筑学，发现还是出不去，有够好笑。但我觉得马路打大可布莱克本应该不太可能是最后一场。我觉得第四场才是他可能是布莱克本。对啊，他可能是放在主矿的防虫洞的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？如果他是。他如果是发主，他要防虫洞，那他就不会这样做了。他还把那个反应炉打掉了。哎呀，哎哎哎哎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哎呀啊，又被截了。哎，地雷，这个地雷啊，地雷没炸出来，地雷没炸出来，蛮可惜。哎，炸一发还可以哦，这个可以，可以哦，可以可以。哎，我刚刚以为他会打，因为胖子刚卡在那个前面。我也觉得，我以为他要把地雷那边把毒炮点完。我本来以为刚刚的情况下是可以点毒爆的，他可能不敢点，因为确实如果刚点歪了就，哎呦，被炸了一下。好，重组断定受血已经下去了，就觉得坦就把坦克放在家里，然后带地雷走出去就好了，因为现在很明显，你想一波同时重组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哦。你就在家里好好的把坦克架好，然后带地雷出去换战损就好了。虫洞放下去了，有没有？他刚刚坦克如果还在主矿，虫洞放下去他就可以救人了。好，这边再继续一把扫描。同拉哥这边有两只飞蟒哦，所以探这边应该真的不能再照镜了，就是乖乖的，像我刚刚说的，就是带地雷出去换战损就好了。哎、欸，这边要被拉，这边要被拉！欸、哇啊哇，三台哇，四台哇，回炸！然后左右边这边这个多线应该也是撞不到东西哦，哇，三矿直接被点烂了。这波突然人口掉了很多、哦，刚直接四船满船被拉掉、哦，嗯，但感觉有点打得太急躁了、啊，他是想的我要赢了，我要进四强了，他跟你这样想，我要进四强，我要进一个 P 级赛事四强了，然后打的可能有点太急躁了，好，登地兽哇一次十个。这个防空炮台，哎，还是开了下去。有，但第一时间分了一船兵回来救，那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而且光头打这个虫洞超级快。好，要分一个双线冲了吗？哦，冲上去了！哇、哦，探第一时间反应有点慢。那邓金兽埋下来，飞蟒绿雾把一台坦克拉过来。哎，这波解决了，邓金兽全部送光。上面这边，地雷能炸出来？地雷没炸出来。矿掉了，但是有一个矿可以重新盖下去哦。哇，很细哦，在埋一条异化虫，就是为了让你再多扫一发雷达。
哇，这波 time 掉了人口很多，剩134人口，突然过185，又补了7个工兵，来到97个工兵了。东马古也很想进四强啊。东马古如果在那边输了，就代表什么？就一件很搞笑的事情，他当了工具人，他帮大家把 Cero 给处理掉了。地雷能炸出来？哎呦，其实以太阳的矿数来讲，他还没输，而且东拉姑其实也没有到真的，把矿给挖到非常舒服。哦，这个虫洞的位置，等一下可能是三线开花哦。哦，主矿的有意识到，可是右下角那个应该意识不到。好，正面要冲了，冲了，冲了，冲！有地雷，地雷能不能炸出来？坦克，飞蟒要误什么东西？工兵拉走啊！工兵死伤惨重，19个，哇，十九个工兵反而会有点崩哦。对，这工兵死的其实会让人族非常崩哦。因为人族补工兵是补的非常慢的一个种族，他们虽然有矿裸，但是这个局面工兵还是死不起的。他的轻轨多不多？看以小地图看起来还好。对，因为如果他轻轨够多的话，其实被炸工兵还好。但是如果你可能只有四五个，我觉得你这个工兵被炸起蛮伤，等下人口一定会续不上。他没有多余的钱盖多余的珠宝啊！一直在送，一直在送啊！包上来了，我东海哥这有点过分吧？这是有点过分啊！可以当 A 吗？他当 A 真的有点过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冲上瘾了，你知道？真的冲上瘾了。嗯，好 ，time 要再扛个两波啊，扛个两波，然后战损都是非常赚的，他才有机会回来啊。哦，又变了十个登地兽，他想把主矿的基地飞出来了。就好像这种情况，好像 Time 把地雷放在坦克周围，好像好一点，要好一点，对不对？嗯，感觉啦，感觉至少贴身的狗会被炸掉。嗯，好，东拉姑又飞了一个建造工程到 Time 的主矿哦。飞弹炮牌在打，他们在有没有反应？这边登机兽去买下面 ，biu biu biu， 有有有，抢到哎，有这边有那个有鬼子有鬼子，还好啊。嗯，而且他把飞蟒给狙击掉了。有，哎，他怎么了？嗯，完了，站住了，坦克过来也可以，只是本来感觉可以更好一点，就他直接。幽灵特务直接把那个建造王城给狙击掉，就没有视野，就没有视野了。好，东拉古把左右两边矿开起来，这就很关键了。左右两边这个三点钟跟九点钟哦，这两边矿，只要东拉古踩起来，那 Time 就算打到后面 ，Time 也是劣势的。哎呦！到底是怎么冲啊？他来解决这边登地兽啊？不敢解决吗？哇！应该来赚一下。主矿开了，主矿开了。哦，第一次反应，其实我觉得不用架，用平 A 的感觉就打得掉了。他要来解决这个登地兽了，但这边有很多狗毒豹、哦、在掩护这个登地兽。哇，地雷被解决了，两颗地雷。哇，这地有点白给。哦，走了两台坦克来，有。东拉古在，他就再往后拉就好了。
他就拖你时间而已。其实那个很明确，他就是采矿换钱，然后尽可能的让你的基地越晚开越好，然后一直在跟碳换经济。哎，这一波可以这样冲吗？哇，这个地雷救命啊！然后这波还可以接受，这波不再是换很多的战损。这波有点冲的太烂了，这波冲的不好。巴拉古在踩碳未来的钱啊，碳最大重点是他右下的那个矿没办法开啊。就觉得现在碳可以考虑要把重心先去进攻左边的九点钟的那个基地。真的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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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 biu 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就是送飞盲哦哦，而且你看他来了，哇，他来送了，抱歉，哈哈，哎哎啊，馒头，哇，哎，这至少死了，这至少死了八个，哎，这至少对，这至少死了八个幽灵特务，哎，哇，完了，他那八个没送，我觉得。真的是有一点打回来的感觉，但他马上就给回去了。你说没有错，哎，他飞歪了，我觉得他飞歪了，他不知道有没有发现。大龙怪了十五条腐化飞虫，然后大龙巨型螺旋塔在变，所以他等一下是要一次做十五个大龙，直接 end game 了。那来，哔哔哔哔哔哔！对，对你都解决完，但是哦，已经在变了，好像变十一个，因为它只有十五条腐化嘛，现在四条腐化，对，十一个大龙。哦，他没意识到这件事情的话，处理不了、哦。只靠幽灵特务是处理不了这个大龙的，而且他幽灵特务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。其实他刚刚不要死那么多，就还有机会出。哇，多拉姑刚刚又盖了六个包子塔，偷人口哎、欸！他说的腐化，他变成大龙了，206人口。这边有带感染虫，哇！他这边我觉得必须要意识到对方在整大龙啊，这边幽灵特务在啊、哎、看到大龙了怎么办，那、哎、幽灵特务不知道会不会隐形啊，哇，应该有研发不多时间了，要确定耶，哎，他兵他的兵啊，又迷路了，兄弟，你的鬼子，哇，他的鬼兵迷其实这场迷路了两次啊，不是啊，我知道这鬼兵都是八成魔的。他剩两个鬼兵哎、欸，哦，直接打GG。哇，难道太累了？他这场怎么那么多？这场感觉很多不应该出现的失误啊。对，他的兵迷路了好几次，真的迷路了好几次。我觉得鬼兵是最不能送的。啊，鬼兵肯定不能送。坐着久，然后又高价。你、欸、今天打我打满，因为你的一句话，我就跟你说，刚刚就说了，打我打满比赛才精彩啊，好看，要看日出了吗？没差啦，我差不多已经变成每天在看了。看不看对我来讲无所谓。
好了，最后一把，这把什么图啊？啊，布莱克本，好像是，印象中剩布莱克本没打了，印象中。你觉得这张图对泰的打法怎么样？这张图哦，就刚刚那个画面再看一次啊。现在 CVT 都是这样，都长这样的啦，你相信我。好，那现在决胜局开始哦，在例如右下方是泰，例如左下方是东拉姑。讲道理，我觉得泰应该这把就是正常打了，我觉得应该就正常打了，应该没什么杀招，现在其实也没什么杀招好放的，而且东拉给我开局都是特别稳健的，就是防守至上，因为东拉姑肯定觉得自己比泰强，就上来打防守，正常打，他觉得他胜率绝对是比较大的，就他自己不要被搞到就没事了。泰坦的话，其实他现在 TPC 应该真的算是蛮强的，老实讲，他还是每天都刻苦练习，而且最近跟 Cero 练习还是有一点用的。哦，两边开局都相对比较正常。相对正常，但还是很稳的，拉了一次公平数据做侦查。嗯，好，这边死神开矿，其实目前看起来泰目前的四把他的战术其实都不太一样，对啊，其实他的战术都不太一样，就是二三四把都是三开嘛，但是三开接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嗯，就我觉得他上场其实偏可惜，因为他在中间的第一波那边其实是有赚到东西的，他是第一波那个双线雷那边雷直接被炸到那边，失误。对，不然他有，我觉得他其实是节奏是可以打起来的。对。然后后面就太多非受或性失误。嗯，现在外送叫下去，应该时间差不多吧？你说现在啊？你说，不是你现在叫？他来的时候就是第二场，最后一场开打的时候。对啊，说不定这场结束啊，那我可以在场间的时候把它吃一吃。哦，有没有？好啊，你可以笑一下。我是想要这样结束，去买豆浆。不是啊，因为你再玩下去没什么东西好吃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才最关键的。好，你看东拉姑又是一个超级多后虫的开局，后虫。狂按猛按，然后 time 是三开火车围巾，火车围巾，他会不会出大河啊？有点好奇他这场会不会机械化？看一下有没有单气，有没有开吧？要出大河的话，现在要点三气了。还是就只是火车围巾，然后正常打。哦，火车围巾解放，三开火车围巾解放，正常打。这张图这样打也不是不行啦，但我觉得以东拉库的防守能力，这张图这样打应该也没什么搞头。讲道理，先抓一颗气球。
火车村长他给压力，但没什么用。多拉哥后虫造的非常多，而且这张图要守的点其实不多、哦，后虫可以很大胆的站出去跟火车决斗。东拉哥的虫还是真的扑很快。嗯，那后虫出的多，其实后虫出的多，虫来就扑的快。讲道理，就一个顶级，现在的流程来讲。这边要打通线哦，直接解放直接去用三矿哦，那看他火车，应该动不了啊！哇，东拉姑直接司机地也开下去了，啊！他真的把虫还压得好外面，这围巾什么意思？那围巾什么意思？我看不太懂。不让你采矿。好，他把异化虫勾过来的意思。哎，主矿进了两船，哇哦！波线打起来喽！哎，我觉得这一波有机会。哎，可以，很赚很赚。有了，我觉得这波可以了，这波可以了。哦，还在杀，哇，崩了，赢了。崩了。抱歉吗？优势很大。优势很大好吗？优势很大。哎，有了。哎，解放，重点是解放还没解决，你知道吗？看这场做得很好，就是他的打得漂亮，对他的解放藏了很久才出手啊。东拉姑完全没有想到，这个时候居然有一台解放会进家、啊，所以你看他二矿，看甚至他的三基地是完全没有防空炮台的，对，而且到现在没有补，所以代表什么？他们下一波进攻还是可以利用这台解放，对，再继续打多线哦。不是，这次解放战很烦的，对，非常烦。我刚才那一波杀28呢，血海，真是血海啊！哇，但这波被解决，枪兵小心点，被解决有点伤。哎呀，这一波怎么被解啦？这一波我是站在点位上打，不肯输的。嗯。啊，路上被劫有点亏，因为坦克不好去。哦，这边解放再来，但后虫在了，哎、欸，还可以杀一个哦，舒服，再杀一个，可以哦。哇，多线节奏打起来，但东拉姑，哇，他居然把工兵又补回来了，你敢信？他刚是一瞬间全压工兵啊，怪怪的，我怎么觉得人族还没赢？我没有，我觉得刚刚最重要是刚刚他出来的那一波被解掉，被截掉，那波挺关键的。因为那一波如果不被截掉的话，东阿姑根本没有时间补工兵。对，那一波一定就是他狗换掉的话，就他就直接压了一波。哎，这边再甩，可以，东阿姑再送，点那个毒爆走 ，OK， 打的都不错。后面的兵再走出来，坦克快架。哦，这个战车扫描青虫胎，把枪兵散开哦。看这个操作还是很漂亮。好嘞，但他其实坦克就在这边，他先把虫胎清了，然后坦克再一步一步往前走。嗯，完了，他坦克收了，我现在很害怕。我现在很害怕，都很容易被冲呢。对，因为虫族最喜欢抓这种。哎，下面有一波六狗，下面有一波六狗，地雷马上埋哦，可以哦，这波舒服。但这边爆上来，完蛋，这救护车你听到了吗？这是为东拉姑叫的，他去把东拉姑抬下去了。
还是救护车吗？这怎么听起来像消防车？又点了一个后虫，点突破，点突破，我打少点一颗，可惜，少点一颗，挺可惜的。哇，而且他最后关键的还是站起来了。嗯，没有失误。这种东西在马轮机上面是看不到的，马轮机只会一瞬间就先载上去再说。你不要再黑他了，他最近已经越打越好了。说实话，你就是黑，你就是最大的马轮机黑耶、欸。我不是马轮机黑，你这跟聊天室那天，你这跟聊天室那些每天在那边说 nice 被炸，被那个一只一颗地雷炸16只工兵的人有什么两样？你这样跟那些酸民有什么两样？有什么区别？你告诉我。啊，他就是小丑、啊。你说谁？马林基还是奈斯？你讲清楚、欸。你讲清楚哎、欸。我刚我刚刚上一段在讲奈斯，你怎么就突然说人家是小丑呢？你在干嘛呢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这边在冲，这边在冲。探你的地雷，探现在需要地雷啊，不然哎。哇，快走 ！OK。好，那这样东阿姑去掉三本了，不过离他的遁地兽跟飞鸟出来还有一段距离。但其实真的不要打得太急啊，他就稳稳打，慢慢打就好了，好好的扩张，把鬼兵转出来，他的局面其实是优势的、啊。我觉得他太想要，就是一拳把东阿姑捅死，因为他可能前面的那个多线有赚到，对，很赚，他觉得他有赚，所以他很急，他想把对方捅死，但没想到就是他那步出门，就把自己又送回去了，然后导致他现在又打得非常的急哦。好，这个地雷可以赚，这解放。哦，这波东阿姑亏了，奇怪，我总觉得我都慢你一点，没有，我看得到未来。这大家跟我播都有这个问题。哦，哎、欸，关门 ，OK。哎、欸，他没有速埋，他是忘记升了、啊。现在升，有记得就好。对，有记得总比没来好。对，有来总比没错，迟到总比不到好。对，好这边啊、哦，上面我知道换了一波不错的哦，下面这边还想多线。下面这边就进去四边，哎、欸，哦，我完蛋了，我上面有刺蛇跑了，一颗雷，哇，哎、欸、呀、欸，啊，可惜，哇，哎、欸，那个地雷，哎、欸，你知道那个地雷51杀了吗？很痛、啊，那个地雷51杀嘞、欸，我觉得他应该要在这个他二矿口这边再放一根那个感应塔，放了就稳。哎、欸、呀，鬼兵还不转，他鬼兵转的有点慢了。老实说，好，这边东拉库要尝试一个包夹吗？他们的部队散得很开，但是有一部分在虫袋上。这边要打地雷，地雷其实被换掉喽。怎么他感觉打得过吗？后面还有两颗嘞。后面还有地雷啊！他的兵撞到毒包身上了。没关系，这一波我觉得这个战损还可以的、啊，这战损还可以。哇，他差点把那黄金光打。掉了，我这边，哇，哈哈，他的毒包一直去那个地方按 X 去自杀，哦，这边点两个遁地兽，多两颗，哇，又一个地雷又炸出来，哦，再跑，下面又一波进攻，回去，对他这个矿给顶出来了，对，矿给顶，哇，这边有一个遁地兽的多线。他建造王中出来了，哦，那颗地雷还是51杀，对。好，正面再继续推进，又有一颗地雷炸出来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颗地雷怎么那么久没炸出来？哎、欸，这颗、個、哇，有一颗地雷炸很大哦，哇，那遁地兽送光了，哦，东拉库崩了，东拉库这波冲的太冲动了，这波死太多异化虫了，真的死太多了。阿姑这次成了最佳助攻手。biu biu biu， 对岸的论坛可能又要爆炸了，可能啊。好，这边在持续的往前推进，
东浪哥的兵棋接不太上来了，而且狗毒棒也不太够。泰的幽灵特务已经接出来了，解放者也出来跟着坦克接成一条线，家里的基地也都开好开满。好，这边稳一下，收一下，回家。哇！我这边真的打得有够稳哎，重整一下再往上打。稳，对，这个时候稳，很可以。他想起了师父教他的秘诀，稳。他前面就是以为赢了，所以打得太冲动了，太急躁了。现在快赢了，他又想起了师父说的话，他现在稳下来了。等下他的师父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有很多。好，这边再一波多线，咻咻咻咻咻。好 ，OK。哇，这解放者还在多线，东拉克人口真的已经落后了，他已经没有余款了。东拉克兵也完全死不起了，而且东拉克感觉被打成 F2 了，有这种感觉。地雷，有一个地雷，哦，有太那个东拉克的反应，对面都在埋 ，Oh my god， 这波有点凶，但问题不大，而且黄金矿其实踩的差不多了。这边再来，哇，太阳直接在门口架防空炮台了，可以啊。地雷，毒爆啊！东拉库恐怖来了，东拉库不想退，但是他最后一波部队了，他一定要守这边矿，这边矿守不住。鬼子隐形往后拉，闪一下，毒爆没了，哇，没了，然后打个巨巨。我们恭喜泰3-2击败东阿古，晋级到了四强。哇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啊！可喜可贺，哎，还真的跟我说的一样，哎，只是不是在大可跟马路身上。哈哈哈！哈，他上去要打大可或马路嘛？对啊，他上去要打大可马路。马路是有机会的。有啊，没有，其实泰。看我跟你讲，他只要打的时候是正常发挥，就是打的跟他练习的时候是差不多的样子。其实他跟这些韩国选手都是有竞争力的，因为其实他们现在天梯分数，他开一个本名就6600、6700，所以其实他只要比赛发挥的时候，他把战术设计好，然后过程不要失误，其实他跟所有的选手打都是有一战的本钱的，就是他不是真的。不真的会输，就是他都是有机会的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是今天的重头戏啦，马路对上大哥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，比赛开始的时候再回来。